哈喽，宝子们，今天来看看这款新包包，春天怎么能少了樱花粉呢？用的是店铺2毫米空心棉浅粉色，容量大大的，书本、iPad、水杯都能装，款式简单随意百搭，尊都好喜欢呀。Hello，大家好，我是小熊，这个视频教程来给大家录制这一款春日序曲华夫格单肩包。材料包里会给大家准备店铺2毫米空心棉5团。logo 一枚，以及针线包一个，然后记号扣少许，缝合针一个，然后钩针是我们的 4.0 毫米。首先我们拿出线材来进行起针，我们左手持线，右手持针。好，我们首先将线头留取一定长度，然后来边先打一个活结。活结打好以后，我们钩针进到这个线圈当中，我们将这个线圈收小，不要拉得太紧，以钩针可以轻松的在里面活动为最佳，也不要太大了。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起针，一共起31个锁针。锁针如何编织？线材在我们钩针的后方，我们钩针来绕线，钩针上挂着线穿过我们这个线圈，那么这里就是第一个锁针，我们给第一个锁针上扣一个记号扣，我们这样穿过，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正面它这个花样是 V 型的，是两根线，背后我们记号扣这里扣住的是一根线。那我们来继续进行编织，2 3 4 5 6 7 8 9 10，2 9 30 31，好，这里31个锁针，我们就起针完成了。那么我们这里来编织长针，我们包底首先用这个往返编织，编织31个长针，一共编织5排。这里我们再勾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然后我们回到这第3个锁针当中，1 2 3，我们回到第3个锁针的背后的里衫来进行入针编织。可以看到我们正面呢，这个辫子针的花样就像我们女生扎的麻花辫一样，它是一个 V 型，一个 V 型是辫子针的一针。那么从背后看，它有一个一个隆起的，这个称之为里衫。那我们有31个锁针，也会对应有31个里衫。接下来我们将在这个里衫中入针，那么这里我们从第三个锁针，第三个锁针是这个，然后我们从它这个里衫中进行入针编织。一般来说我们勾了锁针以后就直接会代替掉我们第一个长针，第一个长针就不用勾了，但这里我为了那个侧面它更饱满一点，所以这里我们还是编织一个长针在这儿。我们勾针绕线，绕一圈线在钩针上，然后钩针进到我们记号扣所在的这个里衫中进行入针，记号扣可以拿下来了。我们钩针挂住线带到前面来，钩针上一共有3个线圈，钩针绕线穿过前面2个线圈，再穿过剩下的2个线圈。这里我们将记号扣扣在我们编织好的这个长针的针目上，这里是我们第一个长针。那么我们继续钩针绕线，这个里衫我们已经编织完了，那么我们就进到它左侧下一个里衫中进行入针。二，绕线，继续依次往左边进行编织。第三个锁针，第三个长针，绕线。第四个长针。那么这里我们就从右往左进行编织，直到编织到这一个记号扣标记的最后一针这里。
这里就编织到了我们交扣标系的最后一针，然后也是我们的第31个长针。我们取下交扣，在这里编织这一排最后的这个长针。编织好以后，我们给最后一个长针也挂上交扣。那么这里是为了给新手标记一下。那么这里我们将织片翻转来到这一侧，然后进行我们第二排的编织。我们钩针来编织两个锁针，两个锁针编织完成以后，我们继续在记号扣所在的这个针目中进行第一针长针的编织，取下记号扣。然后我们将记号扣扣到我们第一个长针的针目上来。从这一排开始呢，会有相对完整的针目出现。我们之前是在里衫上进行编织的，那现在我们编织长针之后就会有这个完整的针目了，可以看到跟我们这个辫子针长的是一样的。我们从侧边进行入针，然后穿过上面是有两根线，这样来进行这样第二针、第三针、第四针，这样依次编织过来。那我们继续钩针绕线进到针目中来编织我们的长针。第二排仍然是31个长针，我们依次编织过来，直到最左侧这个记号扣所在的针目这儿结束。编织到最后一针也是我们第31个长针，如果新手不太确定的话，可以一针一针的来数一下，看是不是31个长针。好，最后一个长针我们就编织完了。同样我还是把记号扣挂到这个长针的针目上来，然后我们翻转织片进行我们第三排的编织，编织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然后继续在我们记号扣所在的这个针目中编织我们第一个长针，钩针绕线入针。第一个长针编织完成以后，我们将记号扣扣回到针目上来。那么这里我就不继续给大家做示范了，大家按照这个方法继续的往下编织。我们这里已经编织好了两排，一二，那么接下来还有三排要进行编织。等这五排编织好以后，我再来给大家做示范。好，这里包底五排就已经编织好了，现在我们给包底四个角上扣上记号扣。那么这里先给这个我们刚编织好的最后一个长针上扣上记号扣，然后这个是另一端的最后一个长针，首尾都扣了记号扣。那么再拿两个记号扣在我们这一侧下面，刚刚这里这个长针对应的这个针目比较好找，然后同时在这儿，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一边是我们开始编织的这个锁针作为起立针，所以我们要找到它右侧的这个长针，右侧这一个长针它的这个竖条的花样对应往上这个，如果不好确定的话，我们从这一端往这边数，数第31个就可以确定。好，这样那我们四个角的记号扣就已经标记完成。接下来那线圈拉大一点避免散开，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的这个包底翻转，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包底上进行圈织，之前我们是片织，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圈织。这一排开始呢，我们的起立针又会发生一点变化，我们这里勾一个锁针，然后进到我们记号扣所在的这个针目中
钩针挂线带出来一个线圈，钩针上有两个线圈，钩针绕线一次将两个线圈带过。这里是编织好了一个短针，然后我们再编织一个锁针，我们用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的组合来代替第一个长针。然后我们将记号扣取下来，哦，这里记号扣先不要取，我们这个记号扣还有别的作用。那我们再拿一个新的记号扣，扣到我们这个锁针上，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针长针。后我们绕线进到下一个针目中，继续的编织我们的长针。那么算上我们第一针这里，一共31个长针啊，编织到左侧这个玫红色记号扣这里，一共31针。接下来这一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最侧边的这个记号扣这里，我们将记号扣取下来，在这一个针目中编织三个长针，先编织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还是在这个针目里面进行入针，再编织一个长针在这个针目中，然后我们还要再编织一个长针，一共三个长针编织在一个这个针目中。好，这里编织完成，我们来到侧面，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编织了五排，侧面一共有这个条状的花纹，我们一共从侧面也可以扒拉出来五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么新手就跟着我的操作来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到第一条，这个条状这里这个洞里，我们进行入针，在这里编织两个长针，在这个洞中，先编织第一个。接下来第二个，再来到第二个这个条这个洞中，在这儿编织三个长针，一二三，然后再进到第三条这个洞里，我们在这儿编织三个长针，一二三，我们这一共是五个洞，我们这个洞里是二三三三二，然后接下来这个洞里也是三个长针，然后最后这个洞里两个长针。好，这个侧边我们就编织完成了。我们现在转折到这个角这儿来，取下我们这个角上的这个记号扣，在这一个针目中编织三个长针，一二三。好，这里三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我们就来编织继续进到下一个针目中来编织我们这个一个的长针，就一个针目对应一个长针，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我们就这样继续的编织我们的长针，直到编织到这一侧这个记号扣这里。好，又来到了这一侧这个记号扣这里，同样我们取下记号扣，在这一个记号扣的针目内编织三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然后我们就又来到侧边了，然后同样的操作，我们这个侧边一共会有五条，我们的规律是二三三三二。那我们这里来编织第一条，两个长针，钩针绕线，然后我们这里有个线头，我们钩针穿过去以后，我们将线头放到钩针上方，我们将线头放到钩针上方这里，就不用管它，然后进行编织，这样我们长针就会把这个线头包裹起来。接着第二个长针，我们线头就一直放到钩针上方就可以了，然后进到第二条，第二条我们编织三个长针，一二
三。接着下一个仍然是三个长针，一、二、三，再下一个还是三个长针。接下来是最后的，是两个长针。这个我线圈拉大一点，然后我们这个线头藏织一段的话已经可以了，我们可以稍微拉扯一下线头，因为防止它有的拧在里面，没有就是藏得很直，我们稍微把它扯一扯，好，就可以拿剪刀将我们多余的线头修剪掉。好，最后我们在这个转角处，我们再编织两个长针，在记号扣所在的这个针目中，一个，两个。编织完成以后呢，我们来到我们第一针所在的这个针目中钩针，从第一针针目中进行入针。那这里如果不好入针，大家可以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我不取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大家找准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在这入针以后，钩针挂出一根线来，用左侧这个线圈穿过右侧这个线圈，然后我们用手指头按住这个钩针上的线圈，使劲拉。我们将这个线圈收小一些。好，这里我们这个包底的最后一圈我们就编织完成了，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包身花样的编织。接下来我们开始包身部分的第一排。同样，这里接下来每一排我们的第一针长针我们都由一个短针加一个锁针来进行替代。我们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这个锁针也不能少。然后我们在记号扣所在的这个针目中编织一个短针，这里我将记号扣先取下来，在这个针目中进行入针。好，编织一个短针，然后再编织一个锁针，这里第一针我们就编织好了，我们将钩针扣到这个锁针上来。然后我们勾一个锁针，好，我们空一个针目进到下一个针目中来编织长针，空一个针目进到下一个针目中来编织一个长针。好，我们再勾一个锁针，空一个针目编织一个长针。接下来这里会出现一个新的针法，叫外勾长针，我们勾针绕线。那听到新的名字不用慌，它只是入针的位置不同。然后这是我们下一针要入针的这个位置，我们常规是在记号扣上，在针目中进行入针。那么外勾长针呢，就是从我们长针的右侧穿过去，然后从它的左侧出来，然后钩针来进行挂线编织。然后接下来都是一样的，我们钩针绕线穿过前面两个线圈，再绕线穿过接下来两个线圈。那么这样就是外勾长针就编织好了，接下来继续编织一个长针。好，这里我们将这个一个长针、一个外勾长针、再一个长针这三个组合，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就叫外勾长针花样。在我们这个包身花样中，等会儿我就会直接说我们勾一个外勾长针花样，就指的是这三针。好，我们勾一个锁针，然后我们空一个针目进到下一个针目中来编织一个外勾长针花样，钩针绕线，一个长针，一个外勾长针，从我们右侧入针，左侧出来，编织长针，
再来一个长针。好，这个组合我们就编织完成了。我们再勾一个锁针，接下来空一个针目来编织一个长针。好，这里我们要出现一个新的针法，叫交叉外勾长针。我们勾针绕线，首先呢我们空一个针目进到下一个针目，这里是第一针，然后我们进到第二针，从这个二这个长针中右侧这样穿过来，好，编织我们第一个这个外勾长针。编织完成之后，我们勾针绕线进到我们第一个这个长针中，从这里穿过，好，编织这个外勾长针。编织好以后，那这里会形成一个交叉，所以它就叫交叉的外勾长针。我们再来编织一个长针，好，再来一个这个交叉长针。这里是我们接下来的第一针和第二针，我们从第二针的这个长针先进行编织一个外勾长针，然后继续回到一这里来编织第二个外勾长针，我们这里它就形成了一个交叉。接下来再编织一个长针，那么这里一个长针一个交叉的外勾长针，再一个长针一个交叉外勾长针，再一个长针，那么这里这个花样我们把它称为交叉外勾长针花样，等会我们还会重复的勾到这个花样，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它。勾一个锁针，这里我们空一个针目进到下一个针目中来编织我们的外勾长针花样，那么是先一个长针，然后一个外勾长针，再一个长针，一个锁针，然后空一针，继续来编织我们这个外勾长针花样，一个长针，一个外勾长针，好，长针。编织完成以后，勾一个锁针，空一针来进行一个长针的编织，然后继续一个锁针，空一针编织一个长针。后我们再空一针，在这儿我们来编织一个外勾长针花样，空一个针目进到下一个针目中来进行外勾长针花样的编织，再下一针是外勾长针，到这儿再一个长针。好，这里那么入针的位置会有一点区别，接下来这里我们勾一个锁针，然后我们还是来勾外勾长针花样，但是这里绕线我们针目会有所调整，我们继续在我们刚勾的这个长针的针目中继续的入针来编织我们第一个这个长针。这个长针编织完，下一个外勾长针就进到下一个这个长针上来编织，然后这里长针进到下一个针目进行编织。好，我们勾一个锁针，这里我们不控针，然后进到下一个针目中来开始编织五个长针，这里第一个，然后再进到下一个针目中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编织完成以后勾一个锁针，这里不控，我们紧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中编织我们这个外勾长针花样，这是第一个长针，然后下一个是外勾长针，好，下一个长针，好，勾一个锁针，同样这里针目会有所变化，我们这个外勾长针花样的第一个长针继续在我们刚刚编织长针的这个针目中进行入针，先编织第一个长针，
然后第二个外钩长针就进到下一个长针这儿进行入针，然后再下一个长针，这样就正常的编织了。好，这里勾完之后我们勾一个锁针，好，空一针进到这里来编织一个长针，然后一个锁针，空一针进行长针的编织，然后再勾一个锁针，这里空一针外勾长针花样。然后勾一个锁针，空一针，再来一个外勾长针花样。第二针是这个外勾长针。好，勾一个锁针，然后我们空一个针目，进行交叉外勾长针花样。第一个长针，然后交叉。进到第二个里面来，好，长针，好，交叉，好，长针，好，这个交叉长交叉的外勾长针花样就编织完成了，勾一个锁针，然后空一个针目，进行外勾长针花样的编织。好，勾一个锁针，空一针，进到下一针，再编织一个外勾长针花样。好，这个花样编织完成之后，勾一个锁针，空一针，编织一个长针，然后勾一个锁针，空一针，再编织一个长针，好，再勾一个锁针，空一针，来编织我们这个外勾长针花样。好，这个侧边这个跟刚刚都是一样的。好，我们这个外勾长针花样编织好以后，这个地方针目会入针的地方有所不同，勾一个锁针，然后下一个外勾长针花样的第一个长针仍然是在我们刚刚勾的这个长针的针目中进行入针，然后接下来这里就正常的入针，下一针这个外勾长针，再长针，好，这里我们勾一个锁针，好，同样这里不空针目，紧接着进下一个针目中来编织我们的这个长针，这里我们一共编织五个长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四，五，然后勾一个锁针，同样这里不空，进行外勾长针花样的编织。好，这里勾一个锁针，然后不空，下一个长针外勾长针花样的第一个长针仍然在这个针目中，刚刚勾了长针的这个针目中进行重复的入针，然后下一针我们就正常编织进到下一个这个长针上来，好，再一个长针，好，最后编织一个锁针，好，我们就进到这一圈我们就编织完成了，我们最后编织一个引拔结束这一圈，我们进到记号扣所在的这一个针目，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针，勾一个引拔，勾针带出一个线圈，用左侧这个线圈穿过右侧这个线圈，我们手指头按在这个线圈上，将这个线圈拉紧。好，这里我们包身部分的第一排就编织完成了，接下来开始我们包身部分第二排的编织。那同样第一针我们说了，我们第一针永远用这个
短针和一个锁针为一个组合来替代我们第一个长针。那么这里我们先勾一个锁针，每一排第一针我们都是这么勾哦，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取下我们的记号扣，然后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然后编织一个锁针，将记号扣再扣回到第一针上来。然后我们这一排就对应着下面的这个针法进行编织，这里编织一个锁针，然后这里长针我们就对应着编织一个长针，然后还是一个锁针，然后这里也是空掉，然后在这里编织我们这个外钩长针花样，一长针，然后这里是外钩长针，我们就对应着钩外钩长针，好，长针，这里是锁针，我们这里也锁针，然后在下一针这里长针，然后锁针，然后我们来到中间这个交叉的这个外钩长针花样这里，那这里我们是编织七个长针过去啊，一个针目对应一个长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这里针勾一个锁针，然后进到这里，这里是花样是就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就对应着上一排的这个花样进行编织就好了。这里锁针我们就编织一个锁针，好，长针就对应编织长针，这里是外钩长针就继续编织外钩长针，锁针，这里锁针，它这里有一个洞的，就是我们锁针形成的一个空，所以我们就对应着钩锁针就好了。好，这里锁针，好，来到这边同样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针法对应着，这里是这个外钩长针花样，然后勾一个锁针，下一个继续外钩长针花样，好，这里下一针一个锁针，我们这里编织一个锁针，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这里是五个长针啊，一这里我们这里要进行加针，接下来跟着我的操作，我们先勾一个长针，然后接下来在这个第二个这里我们编织两个长针，在第二个针目内，一二，然后再编织一个长针，然后在下一个针目中我们又在这里面编织两个长针，一个，然后继续还在这个针目中进行入针，再编织一个长针，然后下一针编织一个。好，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数一下就会有七个长针了，我们通过加针在这里加出了两针，我们从五个长针变成了七个长针，那我们这个花样就对应上了，看到我们这里也是七个长针，到了这又是七个长针，好，下一个是一个锁针，好，接着就来我们的这个外钩长针花样，这一节没有什么变化，大家就对应着上一排的针法继续的进行编织就可以。
好，这里就又来到了我们中间这个交叉长外勾长针花样这里。这里我们这一排不勾这个交叉的花样，这里我们是七个长针。这里我们一直对应着勾就好了。勾一个锁针，就来到我们侧边这个五个长针这儿。那我们这侧边和刚才那一边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加针，我们先编织第一个长针，然后我们在第二针这里编织两个长针，在这个针目中。然后下一针是一个长针，然后在下一个针目中我们编织两个长针，在下一个针目一个。这里也是编织出来了七个长针，我们勾一个锁针，继续我们接下来这两个外勾长针花样。好，最后我们编织一个锁针，因为上一排可以看到这最后是留了一个洞的，所以这个锁针大家不要忘记了。接下来我们编织一个引拔结束这一圈，进到交扣锁在这个针目中，左侧这个线圈穿过右侧这个线圈，然后我们把它拉紧。好，这里包身部分第二排我们就编织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包身部分第三排的编织。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然后取下我们的交扣，先编织一个短针，然后一个锁针，我们将交扣再扣回来。那么这一圈呢，我们就跟之前是一样的花样，就是我们看我们之前是什么花样，我们就上一圈什么花样，我们就继续的进行编织。那我们先勾一个锁针，然后这里是长针，我们就对应着编织长针锁针，然后我们这里是这个外勾长针花样，我们就对应着编织。接下来来到了我们这个中间这个部分，那么唯一我们会有一点变化的呢，就是这个中间有我们这个交叉的外勾长针的部分。那这一排呢，我们先勾一个长针，这一排就跟我们之前第一排这个编织方法是一样的，我们来勾我们这个交叉的外勾长针花样，先一个长针，然后我们来编织这个交叉，先从第二个长针中进行入针，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一个，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交叉，然后我们用中间再编织一个长针，然后再一个交叉。然后再一个长针。
那么这个花样我们就编织完成了，再勾一个锁针。好，接下来就对应着我们这个花样进行编织，先一个长针，外勾长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这个侧边，这个侧边呢，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花样还没有形成，然后现在呢，因为经过我们上一排的加针，让它变成了七个长针，所以就可以形成我们这中间编织的这个交叉长针的这个花样了。这里我们就开始编织这个交叉长针花样，先一个长针，然后一个交叉。再一个外勾长针，这个交叉我们就编织好了，然后中间一个长针，好，接下来一个交叉，最后一个长针，那这个花样我们就编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接下来这个后面这里这都是一样的，这一排我们是要进行这个交叉花样的编织，那我就不继续的给大家做示范了，我们大家就按照这个针法规律我们继续的进行编织。那我拿一个成品的包包过来，大家会能看得清楚一点这个花样，因为我们现在编织的还不多，花样看得还不够明显。那么这个交叉的这个花样呢，只会在我们前片、后片、左右一共这四个地方会出现这个花样，那么别的花样呢都是每一排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按照上一排一直进行编织就好。然后只有这个交叉的花样呢，它是交替的，它是一排交叉，然后一排就是我们纯勾七个长针，然后到了下一排又交叉。那有交叉的呢，一般就是我们的单数排，就是一、三、五、七、九，然后那么单数排就是要编织交叉花样，双数排二四六八十，就是编织我们七个长针就好了。它这个花样就是一排编织，空一排，再到下一排进行编织。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花样继续的把我们的包身编织完成。我们包身部分的花样一共要编织26排。那我们现在呢，在编织第三排。等我们把包身部分编织完成之后，我再来给大家示范我们包口处以及背带如何编织。这里再给大家提前的讲一下，当我们这个线用完之后，我们如何来接线。那当然这一团我还没有用完，我提前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先编织一个长针，这里我建议大家在长针的部分进行换线，我们钩针绕线，然后编织这个长针。我们先绕过前面两个线圈，到达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就钩针上还剩两个线圈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直接拿出新的线材，然后留一些线头，我们稍许可以留长一些，可以留个二三十厘米，方便我们后续用缝合针进行藏这个线头，然后直接将我们新的线按在我们要编织的针目后方，我们钩针直接来挂我们这根新的线，然后进行编织，这样线我们就换好了，然后我们直接就用这根新的线来进行编织就好了。然后我们来下一针，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说，那我们背后这个线头怎么办呀？我们这个它可能会有一点容易散开，我们可以先给它系一下，这样系一下，然后可以不用管它了。等到最后我会来给大家示范这个地方它该怎么藏线。这里包身部分26排我们就编织完成了。那我们来教新手辨认一下排数。
比较直观好数的呢，就是来数我们这个镂空，我们这样一二三四五这样往上数，26个镂空到这儿，那么就是26排已经编织完成了。那这里引拔我已经勾好了，这个交扣所在的呢是我们的第一针。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包口部分的编织，包口部分第一排我们是为短针。那么首先勾一个起立针，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继续在我们记号扣所在的这个针目中编织第一个短针。我们将记号扣取下来，从这个针目中进行入针，钩针挂线带出来一个线圈，钩针上有两个线圈，我们绕线一次全部带过。那么这里第一个锁针，第一个短针就编织好了。我们将记号扣扣回到这个短针上来，然后我们进到下一针，下一针这里是镂空处，镂空处我们对应一个锁针，就对应编织一个短针就好了。然后下一针为长针，我们就在长针的针目上对应编织一个短针，然后镂空处编织一个短针。然后到了这个长针以及这个外钩长针的这个部分，都是一个针目就对应一个短针，我们这里是有三针，所以我们这里就编织三针出来这个花样。然后镂空处一个短针，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外钩长针花样，它是由三针组成的，那我们这里我们就编织三个短针在它的这三个针目上就好。下一个又是镂空，这镂空就是一个，那这里是7个长针的这个花样部分，那我们就编织7个短针。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大家继续的进行编织，直到将这一圈编织完成。那这里最后一针，因为这里有一个镂空，那么最后一针这里编织一个短针，我们给最后的这个短针上也扣上一个记号扣。这里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短针，这里是第一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我们勾一个引拔结束这一圈，进到第一个针目所在的这个洞里编织引拔拉紧。好，我们将线圈拉大一点，我们给包口上做一下记号扣，我们拿出4个记号扣出来。那么首先可以帮我们包包平铺，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这2个外钩长针花样，在右侧就是相对靠外的这2个花样的旁边，这一个镂空的右侧这个长针上，我们找到这一个长针，我们往上可以看到这一个短针编织在它的针目里，然后顺着这个 V 型短针的花样找到它对应的针目，然后我们在这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扣。然后同时我们再找到这一侧外侧的这一个外钩长针花样镂空左边的这一个长针，然后顺着这个长针往上找到我们这个 V 型的短针花样，然后顺着这个花样往上找到它对应的这个针目，我们在这个针目上扣上交扣。这个是给我们包带背带部分在定点，然后我们把包包翻转到这一面来，同样的位置，这个外钩长针外侧这一边的，然后找到这个长针，然后对应往上这个 V 型的花样找到这个短针的针目。好，这边这个花样左侧这一个长针，这4个交扣我们就放置好了。
紧接着我们开始我们包口部分第二排的编织。同样，我们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然后再来开始编织我们的短针，将第一针所在的交扣取下来，我们在交扣所在的这个第一个针目中进行起针，编织我们第一个短针，然后我们将交扣再扣回来，我们再编织两个短针。好，第二个短针就到了我们这个交扣所在的位置，我们将这个交扣取下来。这里我们停下来，开始编织我们的锁针。这里呢，背带部分我是编织75个锁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里75个锁针就已经编织好了。那我们将这个锁针顺到这边，稍微这样捋一下，避免它有扭转的情况，然后我们顺一下。好，保证这样子它是顺着的，没有扭转的情况。紧接着我们将钩针进到我们交扣所在的这个针目中进行入针，取下这个交扣，来编织钩针挂线出来，来编织一个短针在这个针目中。这里我们可以先多编织两个，继续顺着这个针目来编织短针，然后我们将线圈拉大一点，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把这个背带它固定在这儿了。我们可以上身的试背一下，看这个，或者是直接用这个背带的长度去参考一下我们常规背的自己的单肩包，看一下这个长度是否合适，因为大家每个人手的松紧不一样，同样的75针，有的宝贝他手比较紧，可能75针编织出来的长度不是很够，大家可以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啊，编织到85啊、90啊都是可以的。确定好以后，我们来继续的编织。这里我们就一个针目对应一个短针，继续的往下编织，直到编织到下一个这个粉色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开始我们另一侧包带的编织。这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粉色记号扣的位置，同样的操作，我们先将这个记号扣取下来，然后在这个记号扣中编织一个短针。我们就要开始我们这个背带部分的编织，然后与另一侧同样，我们编织75个锁针。编织完成以后，我们将记号扣扣回到最后一个短针的针目上来。这里75个锁针就编织好了。这一圈我们就结束了，编织一个引拔，顺一圈，保证它不会有扭转的情况出现。然后来到另一侧这边这个记号扣，我们将它取下来。首先还是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然后来编织我们第一个短针，取下记号扣。这里我们就顺着编织在的这个针目中编织第一个短针，这一圈我们将记号扣最后的这个记号扣这个短针的针目上完成。这里我们编织三个短针，现在已经编织了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短针编织好以后，我们就会来到这个锁针这个背带的位置。这里呢，我们就挑这个锁针上面这一根线进行入针编织。锁针，我们挑它上面这一根线，然后这里第二针，然后第三针，第四针，第五针，第六针，这样我们依次的编织过去。先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第四针，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依次的编织。这个锁针部分我们编织的是75个锁针，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编织出75个短针出来。这里顺着75个短针就编织完成了，那我们就来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短针的针目，我们从第一个短针中入针，
来编织这个短针，然后我们就顺着一次编织过去就好了。那么另一侧这边的这个背带呢，操作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不继续给大家做示范了。这里包包的最后一圈我们就编织完成了，最后还剩一个引拔没有勾，我们现在停下来将这先看一下这个背带呢，这样我们就算编织结束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边带比较细，将这个线头穿到够的话，针上可以顺着再去编织这个第四排的针，然后这个包带这里呢，因为第一针的编织，这里短针编织好以后已经有完整的针目了，大家直接在这个针目上入针编织短针就可以了。那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加一排。穿过来以后我们来到这里最后一针的这个针目这儿，包包如何结束，先将这个记号扣取下来。来到这儿以后，这里我们到达这个最后一针的这个中心这个线出来的位置中，我们再穿过去，然后从背后看是这样子，两根线然后从这里穿过来，我们将这个线拉紧一点，我们就相当于缝合了一个这个针目的形状出来，会比我们直接勾一个引拔结束这个包口部分会好看一些。那这里我们就将这个剩余的线头藏在我们这个线与线之间，藏一些以后我们拉伸整理一下，没有问题就可以断线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包包里面藏的线，还会有很多接线的这个线头在这里。那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藏线，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镂空的花样，不像我们包口部分这里比较密实的花样，我们直接顺着藏过去就好了。当我们碰到这种比较镂空的花样，我们要如何进行藏线呢？我们就顺着它的这个花样进行藏，这样我们在这个这样绕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包包花样呢，它是这种里面是这种方块的，那我们就这样 L 型这样的进行转折来藏这个线。根据我们这个里面这个线条的走势来，好，藏一段以后，对面看一下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断线，然后其他的线头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将它藏起来，这样就比较隐形美观。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的包包就编织完成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缝上自己喜欢的布标。那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拜拜。拜拜。